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这个季节在休息的时候晒晒太阳最舒服了，感觉暖洋洋的。嗯，哎呦，年子在看什么呢？看起来好像很认真的样子啊。啊，年子，啊，是小丸子和小玉呀。你在看什么书啊，年子？这是我在图书馆借的书，内容很有趣哦。精灵来了。是什么样的故事呀？故事的主人公和我们一样，是个9岁的女孩子。有一天，在这个小女孩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精灵。哦，精灵，好棒啊！这个精灵只有小孩才能看到，大人是看不到的。只有小孩才能看到，好像很有趣呢。只要那个小女孩遇到困难，那个精灵就会立刻出现，帮助她，鼓励她，最后给她带来幸福。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啊？哎，你说什么？幸福？难道是一大笔零用钱，还是一大堆金银财宝？真是不错的故事，小丸子。小丸子啊，你以为精灵是什么呀？看了这本书后，我会不自觉地想，精灵哪天也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呢。哎，我们也可以看到精灵吗？我也好想见呐。年子，也让我看看这本书吧。我刚看完这本书，正准备去图书馆还掉呢。小丸子，你也想看吗？嗯，那我就等小丸子看完以后再看。太棒了，精灵！啊，原来如此，真的和年子讲的一样，故事的确非常有趣。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精灵出现的话，小丸子，哦，小丸子，哎，哦，哎。在这里。哦，哇，精灵，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永远都是朋友。哇，好开心的。小丸子，快告诉我你的烦恼吧。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嗯，事实上我的零用钱总是有点不够用。钱啊，那可真够呛呢。我妈妈很小气的，又不肯提前借给我用。我知道了，这就交给我吧。哎，交给我啦啦啦！哇，好耶！谢谢你，精灵公主。奇怪，丸子他到底在和谁说话呀？哎，其他烦恼的事情，精灵，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妈妈最近好像又胖了，她裙子的扣子好像又扣不上了，有时候还没有扣上，妈妈就急着要出去买东西，如果裙子突然一下子滑下去了，那可怎么办呢？所以妈妈还是瘦掉一点比较好。丸子，啊，爷爷你，谁躲在这屋子里？啊，果然没有人呐。真讨厌，爷爷全都被你看到了。不好，我的丸子啊，
难道你已经被逼到要一个人自言自语才能放松的绝境了？有了不愉快的事情，对谁都不能说，只能这样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实在太可怜了。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好玩，所以。好嘞，我明白了，爷爷，我这就去跟你妈妈说。我去跟你妈妈说，要她想办法瘦掉一点。哎，等等，你不要去啊，爷爷。要是说了，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丸子，我再说不辞。爷爷，你不能去。为了丸子，我可以不要我这条老命，即使是粉身碎骨，我也不跑。爷爷，你们两个把妈妈当成什么了？精灵？我在想象和精灵对话。要是精灵真的存在就好了。妖怪我倒是听说过，可是精灵又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精灵就是这样的哦，看起来很可爱呀。我在想象，要是出现了这种精灵，听我讲自己的烦恼，还能为我带来幸福，那该有多好啊。原来丸子是想拜托精灵让妈妈能够瘦掉一点，是这样吧？应该算是这样吧。所以爷爷，你就别跟妈妈说这事儿了。知道了，那么这件事就拜托给精灵吧。哦，对了，丸子，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那个精灵呢？爷爷，我也很想跟他打个招呼啊。哎呀，这个恐怕不行吧？为什么？据说只有小孩子才能看见，所以就算是来到了我们家，也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姐姐她虽然也算是个小孩子，但是她太现实了，所以应该也看不见。哎，怎么会？我看不到啊。很遗憾，我也无能为力。就算爷爷等也是没用的。难道是？丸子，是不是精灵来了？应该不会是精灵公主吧？蟑螂啊！得救了！真不愧是妈妈呀。我还以为精灵真的出现了呢。是蟑螂，我刚才看见了。丸子，这房间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太乱才会有蟑螂，快给我收拾干净。知道了。后来就算我把房间收拾干净了，也没有给我吃点心。昨天真不容易啊。那你昨天还真惨。好不容易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可精灵还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出现的。现在房间又变得乱七八糟了，精灵要是能在弄乱之前出现就好了。就是啊，如果能早点来就好了。你只要一直把房间收拾干净不就好了吗？对了，我们一起去找精灵吧。哎，我们不要这样干等着，我们得主动去寻找精灵啊。说的没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我们今天就去找找看吧。还真难找啊。学校、公园、神社都没有啊。想见到精灵还真不容易。也许精灵根本就不存在吧。找的我都有点累了。山田同学。哎呀，好疼啊。山田同学真是精力充沛啊。你们好。长山同学。哎呀，你们三个看起来好像都很累啊。是有点儿。是那本精灵的书，长山同学也看了吗？这个很有趣儿，我现在正要去图书馆把它还掉呢，说不定哪天我也能见到精灵，好兴奋呢。精灵根本就不存在。那只不过是故事里编出来的人物，看不到的。小丸子说只有小孩子才能看到，其实谁也看不到，因为不存在。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哦。不是只有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的，应该也有眼睛看不到但确实存在的东西。看不到但确实存在的，好难理解啊。比如说空气吧，你用眼睛是看不见的，但它确实存在。说的没错。虽然不知道精灵到底是否存在，但是与其说它不存在，还不如想象它真的存在，这样不是更开心吗？这样啊，说的有道理。再见。再见。现在该怎么办呢？回去吗，小丸子？要不我们再多找一会儿吧。哎，
说不定能看到精灵，虽然也有可能看不到精灵。嗯，我同意，见到就好了。我们到后山去看看吧。嗯。是山田。啊，是小樱。哎呀，呀呀呀！到底跑哪儿去了？你在找什么东西啊？是在找虫子吗？哎、真奇怪呀、啊！啊，不是的，是个闪着光、有翅膀的在飞舞的小人儿。哎，有翅膀在飞舞的小人儿，莫非是精灵？在哪里？他刚刚还在这附近呢，去找找。啊。那边没有啊，这儿也没有。山田，你真的看到了？可能只是一只普通的虫子，也许是停在树叶上，看上去像精灵吧。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看见闪着光在空中飞舞的小人了。天快要黑了，我差不多该回家了。我也是。那么我们下次再来找找看吧。哦，等一下，我也要回去了。哦、小丸子，哇，走吧。好的。刚才是小丸子幻听吗？还是这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合奏蝴蝶吧。好。大石老师还真受欢迎啊，因为大石老师很和蔼啊。我也最喜欢大石老师了。我也是。早上好啊，樱同学、穗波同学。早上好。哇，好漂亮的郁金香，有什么事吗？我想装饰一下音乐教室，所以就从家里带来了。宝贝儿，多么美丽的花儿啊。这花是拿来装饰音乐教室的。嗯，春天的味道，一边欣赏着美丽的花，一边上课，真是太棒了。喂，你们在干什么呢？美环同学，早上好。我说程琦同学，你这花该不会是想当做礼物送给花轮同学的吧？不是的，是送给大石老师的。这样就好，花轮同学最喜欢美丽的东西了。真是个浪漫主义者，多谢夸奖。哎，你把郁金香放在窗边了，小丸子，我们待会儿去看看吧。好，大石老师非常高兴，一边唱着花开啦花开啦，一边把那束郁金香插到了花瓶里。我猜大石老师一定高兴坏了吧。嗯，把花带来真是太好了。哇，好漂亮。这些花真漂亮，我全部都想要。如果把这些花送给大石老师，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给我买花吧。不行不行，程琦同学带的是自家院子里种的花。可是你看看我们家的院子，哪有什么像样的花呀。总之就是不行。妈妈，求求你了，我只是想让大石老师高兴一下嘛。这个非常简单，你好好练习吹笛子，唱歌大声点。要知道让老师开心的方法有很多呢。光那样是不够的。我跟你说小丸子，并不是只有用送昂贵的东西这种形式上的行为才能让大石老师高兴的，重要的是想让对方开心的那份心意，明白吗？嘿，你以为这样就能随便的糊弄过去了吗？算了吧，小丸子，真是的。哼，妈妈这个小气鬼。哎呀，丸子啊。哦，你回来啦。对了，爷爷，如果是你的话，是收到我的花开心呢，还是听到我大声唱歌开心呢？哎，原来是这样啊，这事儿就交给爷爷我吧。来，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是土豆。土豆？是放在咖喱里用的土豆吗？是啊，前阵子我在门廊边上发现土豆发芽了，就想试着种种看。
结果长成这样了。再过一段时间，它就要开花了。你可以把这花拿到学校去。那可不行，嗯，必须是花店里卖的那种花才可以。这花很可爱的，真的不行吗？不行。算了，花店里卖的那种花，嗯。我回来了。啊，你回来啦？奶奶，你回来啦！哎呦，奶奶，你手上的是花吗？是啊，因为彼岸节到了，明天要去扫墓，就买了些花回来。那么能给小丸子一只吗？好的，没问题。哎，怎么不是郁金香呢？扫墓的话还是菊花最合适了，因为能存放很久。还是算了，谢谢。全心全意只为你，不渝地坚守着你。哎，和我一起唱嘛，泪之节操不是小丸子最喜欢的歌了吗？我现在可没有那个心情。好了，你快点唱吧，你要是不唱的话，我可要用我的臭皮攻击你。不要。那好吧，我唱，我唱还不行吗？全心全意只为你，不渝地坚守着。还真喜欢这首歌啊，又在唱呢。啊，是玫瑰！哇，怎么样，很漂亮吧？这是我昨天拜托妈妈帮我买的，真奢侈啊！世界上只有花之女王玫瑰才配得上我的花轮同学，是这样吗？肯定是玫瑰，玫瑰，而且一定要鲜红的玫瑰，因为鲜红的玫瑰的花语就是热烈的爱。奇怪，小玉怎么还没来啊？听说她今天生病，在家休息呢。是这样啊，昨天还很精神呢。春天里有锦花、蒲公英、比龙胆，放眼望去，程琦同学的家里开满了郁金香，美环同学只要拜托一下妈妈，就能立刻买到花，真羡慕啊。英同学，请你继续往下读。小玉，感觉好无聊啊，真希望小玉能快点好起来。真抱歉，小玉刚才还醒着呢，现在……啊，没关系的，我只是正巧路过，祝她早日康复，那我告辞了。小丸子，我回来了。哦，小丸子，小玉打电话找你。哎，是小玉打来的。刚才你特地来看我，真不好意思。啊，别放在心上了。对了，你起床不要紧吗？嗯，听妈妈说，小丸子刚刚来看过我，我就突然觉得精神多了。现在又听到小丸子的声音，我就更加精神了。好讨厌啊，小玉，你别听到我的声音就那么开心嘛。如果我来看你的时候带上布丁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比起布丁，我还是觉得能和小丸子聊天更开心呢。我明天应该能去学校了，我们又能一起玩了。好，我回来了。你回来了？什么事这么兴奋呢？那个小玉说小丸子的声音不输给布丁啊。啊啊，真是的，都怪你说了奇怪的话，害我都折错了。姐姐，你在做什么呀？这是要装饰在一年级教室里的花，很可爱吧？这是蝴蝶花，这是睡莲，这是郁金香，还有这些是玫瑰。哎，有这么多种花呀。这些是我和梁子一起看书研究的。哦，一年级的小朋友是不会明白的。哦，重要的是想让对方开心的那份心意。比起布丁，我还是觉得能和小丸子聊天更开心呢。嗯，姐姐，请你教教我怎么折花吧。第二天。我看还是算了吧，这些花折得一点也不好，看起来又很土。没关系的，小丸子，这些花可是你用心折出来的，我想老师一定会很开心的。
早上好，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没什么事了。小丸子，小玉，我们走吧。那个小丸子折了很多花，想送给老师。小玉，真的吗？不是什么很高级的花。老师好想看看呢，给我看看吧。快点啊，小丸子。原本我想带更好看的花来给老师的，可是家里没有郁金香之类的，妈妈她又不肯给我买。虽然这些花折得不是很好，可这都是我在姐姐的指导下亲手折的。很棒哦。老师很喜欢你的花儿啊。可惜我的花儿没有成绩同学的郁金香漂亮。非常漂亮，因为这些花是不会凋谢的。老师会一直好好保存它们的。谢谢你啊，小丸子。对了，你送给我这么漂亮的花作为回礼，让我弹奏一首曲子送给你吧。太棒了，真是太好了，小丸子。就弹小丸子喜欢的曲子吧。你喜欢什么曲子呢？喜欢的曲子，什么都可以哦。小丸子，快点想啊，不然上课就要迟到了。我最喜欢的曲子，泪之节操不是小丸子最喜欢的歌吗？就弹泪之节操吧。我对你是哎呦，这首曲子。从今以后，我不会变成你的一块绊脚石。这不是小丸子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在唱泪之节操啊？这样想的不止姐姐一个人，就连小丸子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我是你的女人。哇，好漂亮啊！樱花都盛开了，这样可以开心的赏花了。但是便当吃多了，肚子好撑啊，感觉就像变成了一位相扑大力士。那就来唱歌跳舞，帮助消化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和中野爷爷一起赏花，和小丸子遇到了相扑大力士，敬请期待哟。